不管我们到时候这个吉他做出来 是不是可以听，然后或者是是不是可以弹，就是音色好不好，我觉得这都是其次。那至少我觉得完成了一件自己可以亲手做的吉他，我觉得我以后比如说写歌啊或者练吉他，我都会愿意用这一把，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么多心思或者是这么多力气在一个你真的很专注的事情上面，然后把它完成，然后以后都使用它，我觉得这个自己的满足感是很大的。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像我自己以前在弹吉他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把吉他拿来改造啊，或者是调高调低啊，但是大哥这次经验跟这次机会，就是让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手上的乐器，那以后在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更能够可以跟自己的意念相通。那这个吉他就是当我在台上的时候，我更可以用音符告诉台下的人我自己在想什么，然后我到底想要告诉你什么。今天是要来给我留这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弹吉他从15年前、16年前，然后拿到第一把吉他，你其实并不太知道吉他真正的意义跟价值，你就觉得第一把拿到会觉得很好玩，然后那是我很爱的一个东西，然后可以弹着吉他唱唱歌，然后让我自己很快乐这样子。可是慢慢的，就是你会说自己很爱音乐，自己很爱吉他，可是你从来就不了解它。那这一次呢，在这2天里面呢，真的是很深的了解，但是当然这些都只是皮毛。我觉得希望可以再多一点时间待在这个工厂，然后就是希望可以了解的更深一点，那当然也希望自己可以真的亲手做出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不管它是有瑕疵的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希望可以自己好好的把它完成。这样，太辛苦了。哎，给我好爱他。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想了蛮多事情，因为其实就像大哥讲的，就是这应该是歌手生涯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对吧？那因为五月天其实这几年，对啊，就我觉得如果是一篇文章的话，就是我们也很久没有用那种标点符号了，对，就是一下子就是一篇长文，就一个字都就是完全不换气的在埋着头做这件事。那我觉得这一阵到这个立吉他的这个工厂，我觉得好像在我们那种很紧凑的歌音乐生涯里面，好像画了一个小小的逗点吧。这样每天都是很期待，就赶快把手上的工作完成，然后可以跟大家很亲切的师傅们一起吃晚饭，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时候。我是一介幸运，不像你这样，也不能否认。不要同情我笨，又夸我天真，还梦想着翻身。这是我们完全不懂的部分。我们本来是弹乐器的时候，可是当你一旦要去削木材的时候，看起来是粗活的东西，可是它其实是需要很细腻的心思的。那虽然拿的是刀子，可是在心里面是你要用一种很尊敬这一项乐器，并且很尊敬音乐的这种想法去完成每一个细节的工作，是一种很悠闲很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可以让你沉淀出你平常繁杂的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份心情，然后用这种心情去做好你心目中的艺术。没有第一次做自己的鼓棒，然后又是自己有画在握把这个地方，很特别。
是感动。我的人生就是一拖再拖，拖完了再冲突。也许放弃掉一些，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咸鱼也要有梦。我们谢谢五月天，我们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请总军个人的小礼物送给五月天。哇，谢谢，我有纸哎，有一个小纸，小纸，这个意思就是要我们自己垫垫有几两重，不要纸，在这边太无耻了，上面都有，旁边有我们的名字。